好，欢迎哎，回欢迎回来。来！我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2022年第21届中国围棋西南网棋王赛。啊，这个刚才呢是柯洁是可以说是兵不血刃的，就拿下了谷粒啊。今天下午也就是8强赛，他是对阵最近风头正劲的李宣豪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这的是是八下强午战，比赛，是的，对，啊，米最玉近婷情况。对唐伟昕。十月对刘宇航，啊，这个，米玉这，婷，对，这俩人碰上，估计这棋会很好看。对，唐伟昕上午那盘棋很悬，对啊，着王瑶。他很多棋都觉得挺悬我这盘棋是真的悬，真的悬是对，吧？真悬，不是他觉得悬，就是是大家都觉得悬。对，啊，这个是刘宇航吗？是哦，刘这宇看航，面孔看起来挺陌生的。对，不太熟。嗯，还真没怎么见过。这这个大十家都很熟悉，是我们的十哥，场均一条龙柯洁对李宣豪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解的这盘对局。他们最近一直在成都训练吧？好像国家队。对，嗯。是的，然后就是之前是在衢州集中训练，然后就，下两个比赛，然后现在又是成都，成都也有比赛，就对，是西南网也是比赛，西南网也比赛，这样挺好，就是陈子健对阵杨鼎新，之前我还看那个杨鼎新好像把头发烫了，今天看啊，起是来好吗？像不那么明显，啊。这是陈子健，也是年轻的小将。现在也不年轻了，2000年出生啊，00年已经不算零很零年小就了是哈。零零年，这对，李宣豪是95年出生的，最近成绩非常的出色，对，刚拿了烂柯杯的冠军，还有王中王，对，还有一个王中王的冠对，军，囊括了150万的奖金啊。并且他这两个冠军都是从范廷钰手里夺走的。决赛的对象是同一个人，范廷钰有点郁闷了，看来。不今过天，今年这个上半年就是李宣豪和范廷钰的两位状态好，是包括那个亚运会的选拔赛，也是范廷钰拿了第一吧，我记得。对，是的，李宣豪拿了第二，好像是。就他好们，像还不是第二，李宣豪好是像吧？不是第二，反正他对，出现了，选上了，我是，记得他是出现对，了，反正是。当然。总体上来说，状态最火爆的非李宣豪而莫莫属，属对，所以大家也都很期待这次，西南网赛抽签出来之后，假如16强战两位棋手分别过关的话呢，他们将在8强中相遇。那么就看看这个如今最为火爆的李宣豪能否对当今的。排位现目前还是排位第一的柯洁，能带来怎么样的冲击？不过有一点就是李宣豪他不会再碰到范廷钰了，因为这个西南网范廷钰他没参加。对对对，这点是，要不然又要，如果要制造新的伤口，那就不合适了。还会有机会吧？可能，现在是像小 木像流小行，木是吧？是吧？对。是对着人家的小对木，着人不家是小自木己走一个，下一个对，像小木。然后再黑的再率先挂过去。下棋小这飞，个布局90年前很流行，是吗？那个时候应该是贴木还贴的是五目半吧，就二有至四少分五之目三半，子哎，或者是有四分之三二子，有四分之三对，子五目半，五目半，飞起来。然后黑棋挂了这个，对，刚才柯洁对鼓励那盘是这个，然对，后鼓励是飞飞呀，啊，柯洁爬到第四个是吧？但在是这这盘棋上飞了，对那边情况不太一有一样点点不一样，对，那个是平行型布局，这个是对角型，他也挂，对，白棋挂了这个，看起来有点眼花缭乱，脱退。反正现在看到高挂，一般都是脱退的。脱退绝不肯定是便宜。
先把脚拿了，嗯，接上。这个时候黑棋变了，变招了。他是拆三，他没有在这儿应。他如果说应这个的话，那很明显白棋要夹击，只是夹在哪儿的问题。就夹在这儿吧。夹在这儿是吧？啊、嗯，或者再过去吧。是我想我要夹，我可能夹这儿。嗯、再夹一个。嗯，是的。所以这棋黑的是变招了，黑棋，黑棋在这里拆。嗯。哎，这个很少见。下的黑也很有意思。很少见。是。这个对付人家不硬的，我记得以前是靠了连扳下去的。对，靠了连扳已经是比较新的下法了。最古老的下法是挤、啊。靠了挤。嗯、那我就先摆一个街上吧、啊、比如说、啊就这样。然后这个爬一个。你就跳一个还是长。对，这两个都有。啊、这副反正随便吧。嗯、对。就是。嗯，最早是这样定型，早先是这样下。后来呢，有靠了一个，觉得被黑的再爬一个不满意，那、嗯、么还有搬靠了连搬的，然后他打出来这样、嗯、接住，还有飞一个。嗯，是的，反正有这么下的。对，有、嗯、这个定型比较多见。对，这接下来也不太会。嗯、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双方是不是就有准备。有准备。白棋没这么下一定是柯洁。他觉得还是算了。这个下法比他刚才这个靠了连扳要更好呗。他下在这儿。这个、比较新，这下法比较新。这招也挺有意思，我也不明白他下在这儿是什么意思。看不太懂他是。就是嗯。就是斩切的话算把黑棋的这个封进去。往外的头封住了。哦，你看看你现在出不了头啊，那我肯定跑不掉了。走这个，这不有被靠断，靠断吗？是的。你小尖嘛，我就把你封上了、嗯，对吧？就是把你这头先斩切先封上，先给你罩住。不过这其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说、嗯、让你下，你的下一步我也不知道白棋他接下来走哪、嗯，他再靠吗？靠本人一般，那你要干嘛？再接啊？这是这个意思。再挤，确定吗？不知道，不明啊。要靠了，只有挤啊。那只有这样，不，否则下别的都不上棋了，好像。你往里边走还可以，走哪？你可能挖起来，咬咬牙打一下。那肯定转换了。这样吧，啊、那就这也是个转。但是我看着我接上呢。啊，你打算接上？我接上，你下什么呢？我以为您是打算转换。对，是有可能转换，转换白的也不一定亏。您接上我也不太会了，我不知道走哪儿。那正字有利的话，我可能白的下的话，应该走角。白的下的话，有可能以后还是有靠了几个棋。嗯嗯，他是这样。现在就走这个之后，双方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双方绷着的弦都松掉。对，是的，嗯、啊，大家就不再在这里较劲。看起来好像今天柯洁没打算绷着下啊，这棋黑棋飞压了，在这儿飞压，嗯，白棋爬长，这回他是跳了，对，现在还是有跳、嗯、对，嗯，黑棋下了什么了，我看看，他是从这边挂过来，嗯，这个很大，挂住啊、哦，这个对付人家小飞，这个一般往这儿逼住是很大的一手棋。对，嗯，并且他通过这样的紧逼呢，对，也兼顾了这个拆三的一个曲线。是的，你如果要进来，我就先往前跳一个再说。哦，跳一个完了，这里就有冲断。嗯，很明显、嗯、哦，这个弱点。他果然就是这么下的啊、嗯，白棋打入，然后黑棋跳出。白棋也跳出，嗯，白棋也跳出，嗯，这个战斗如何呢？嗯，拖，哦，他跳完了是打算拖过的，原来。如果说直接冲断的话，曹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个战斗不是太有利啊？嗯，假如说这样，直接冲断，他会不会？这个有点下的时候是有点没自信，说真的，有点没自信。我有点担心这个这图能不能行？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可能搬出来的，这个有可能，黑的太这个好像不一定行哦，这看起来黑的不太行。那不能冲撞，这个更下不出手。这压一个，那边，对，这纯属是个劣势。这个是更下不出手，这子的位置全不对。对所以也就是黑的也就只有拖过。拖一个。这招看的怎么那么别扭啊？好像不太对似的，好像觉得加这个，然后黑棋给他冲断了。刚才没敢冲断，现在有了这个子了，他敢冲断了。现在来了。其实冲断的话，白棋妥协呢是就这么打一个下边。打这个。假如说这样哈。接上。那就把这个角活了。那黑棋就比如说立一个。这个我再好像还得挡一个。大概这样子。对。这个、这样如何呢？这个也能下白的，应该这个因为白棋，你看这里有个刺，对吧？刺完有个扳，所以我这地方也有动粗，所以我也是看了白的也是可以下的。对我也不知道补哪，我如果一手棋能补好了，那也行。这一手棋好像反正不是这儿这个补不好，就是那儿补不好，总是差一手棋在这儿。是啊，所以这样这样的话，白的也是也可行，也是可行的。是的，柯洁下的好像很强硬啊，白棋的柯洁。他是下的。他是下了一个这个长在这儿。啊，这棋是往这儿长的。对。哇，这棋不知道柯洁之前有没有过研究。研究是吧？我就往这儿长，我完全没有想，我老是觉得是往这儿贴的，或者就是打底下或者怎么样，我没有往这儿长的感觉，好像。他走这个的时候，他再尖顶一个，对，他当然是不能压了，现在可能压了，不然顶一个是不是一顶就顶死掉了？应该是吧，我觉得好像气不够。那么他是先顶一个。先尖顶。能顶着当然好啊。搬粘了。他顶他不硬的话被他搬一下。搬的要吐血我觉得。对。如果不硬。对对对。那不硬和这好不硬也不太对啊这。现在也不能不接是吧，这个不接。其实这手机当然很大。你贴起来。贴起来他。把它打掉了吗？打掉的话，他会不会就把这个，打掉白的是黑的还要接上，我就打一下，然后钉打。你应该还提吧，不会再出来吧？我把这个还要接上。那我就把这个，我到底走哪个才是对的呢？这个跳一个吧，那就。对，这个不知道。单跳吧。对，接着顶一个也很舒服的。对，是接下来棋形我就打算顶在这儿。这个也有不舒服的地方，不过这地方我们看一下实战上的结果，看看双方下的有没有什么漏洞。搬了挡住，他是接上他是接住的。那白的能够把它盖上。白棋这个角是打算弃了，看这意思啊。当然我没看清这弃的问题。如果说这样，他的杀不赢黑棋是杀不赢白棋，那这个图那黑棋显然是不行了。对呀、我看看这个地方。他是接上的。这个接上，我怎么看到这突然就黑棋本来是 40% 的胜率，就是接不好是吧？他就接完了一点，然后就变成了个位数的胜率了，掉了30多个点。他不能接，他不能接，那走什么呢？他的单走角吗？我也不太明白这角上是怎么杀的。单走角也好一点吧。这角点一个。点一个，他是这样，你下边还很难弄我。我是接呀，接上。您是接上是吧？接上，你要加的话，
我有个这个班。我都怀疑，我很怀疑他这样收旗对不对啊？是不是一起就单拐一个吗？好的，但是他挡住呢。挡住我就一个一个收嘛，我也不是很那个，我就击打嘛，一个一个收，然后再点。诶，击打不过这个被打拔掉的，我接一下可能。击打不，我能打着的话，嗯，我能打着，我是不是就活了？我先把这做活。如果我能打着，哦，那活了，那我就这么一个一个下不就完了？这个也可能搞那么精妙干什么？肯定比他点好。我反正我把你弄得不活不就完了吗？这个点肯定是不太好的，这个点。嗯、那不行，我就先击打的话，他有可能挡在这儿，那至少是个劫了。这样，那样是个劫。有可能拐一个好。单拐一个。他是那我先把他弄得不活不就完了吗？他这个接啊，接完他接完一点是一个劫啊。对啊，他肯定是没法杀他了呀，人家街上他这怎么杀呀，点进去不是什么好棋感觉。对。这好像一下子就黑棋的胜率就已经找不着了。那就降到了。这个街就是李玄豪有所误算吧、嗯、这个街。不知道是这个街的问题还是这个点的问题。不是。嗯，他是接完再点嘛，他觉得是接完点相关联的。那他算好了，他算好了，他不行，算好了不行。对，这现在黑棋吃不了白棋。是啊，他接住他是怎么杀他的，我也不太明白。没有看错吧？他走这个，他肯定是不行啊。这一般，这么大个眼怎么杀？只能打劫、啊。我就从哦，这个劫，这个黑棋有点沉重吧？而且去哪找劫材啊？这些看全盘都没有合适的劫材啊。嗯，特别简单明了的一个劫，铺提掉，就这样啊。现在轮到白棋下，那白的随便，所以不是白棋是后来还有更好的下法、嗯、白棋可以先刺一个这个。先刺一下，这个是要他命的，不搬，没搬这样刺。先刺他一下，这不能忍。柯洁也下，这简直不能忍。这如果说他接上再下成刚才那个劫的话，那白棋那个劫很轻啊，特别轻。他随便割两个，比如说这手棋才是真正的对李玄豪致命的打击，没法看了。嗯，因为你现在把这个接上，假如说接上我再打劫，这两个交换还有搬下去，都要昏过去。这不行吧？这样想不行。这个图已经要吐血了，感觉要吐血了。这搬一个，然后什么这还欠一搬，你这直接打赢了也就吃了十几目棋，这人家还可以随便连走两个，外面连走两个，我这连走两个，比如说，连走两个已经，外面已经没法看了。这个棋哇，不，实战就是这样。嗯。我们再还原一下实战的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盘没有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它是这样的，压它顶，然后一扳它连扳，嗯，拐一拐是吧？拐一拐可能好，我是觉得拐也比拐一个肯定比它实战好，它这个定型完了以后。是不是李玄豪脚底有某种错觉，以为是一点就把他进杀了？嗯，那这个错误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对啊，现在他是点了，他是点的，他这个样子暴跌了，杀气也三十多个十个，就算这么杀气，那我击打一个，他这怎么杀得赢啊？谁杀得赢？黑，不过白棋肯定杀不赢啊，这样白棋杀得赢也得杀一杀，你也学那我就点呗。哦，不一定是杀不赢吧？这个您不能先冲掉，要先冲掉得赶紧走。我有一种场可以冲了点掉。有冲了点掉，当然。那您现在冲了点的话，正好差一棋，我尝这个，是吧？正好差一棋不行，您现在走这个。如果说这样，
不是，因为他现在这个又能刺到你一下，你也是挺难受的。让我恶心。这个你要不接不行，你要接。让我讨厌的状况。这里已经有了。对，是的。这里，然后你这里的，说不，这也比他实战好，毫无疑问，肯定比他实战好。那我进杀了呀？如果挡的话，再点一个。如果您冲了点，我爬回来，爬回来我已经长一气了。这气肯定是白起杀不赢了。哎，不是，是不是也有有点那个杀一杀的意思？有打劫吗？是不是有劫？不大有劫，我扑不着一下是吧？对，你扑不着。到这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成大眼了，那我就更好。那我大眼，我肯定眼杀了。那我只有大眼杀冲了点，冲了点就是冲。您现在冲了点啊？对。现在冲了点，那我就爬一个。你得把这接上，是吧？单接上。好，那我就单接上。我本来是打算爬一个。爬一个，我扑你一个呢。假如你爬，我扑你一个。扑我就接上，再接回去。我搬。哦，单搬是吧？啊。单搬，那我只有提，然后您提这个。然后您接这个。我提一个，对啊。哦、嗯。好像你没有紧杀我这样子。还真是。那你就我点的时候你可以接在这儿。对，单粘是好气，单粘一个好。单粘一个这样气好一些。不过你好像也全收掉了。我帮你挡住了。爬这个吗？您爬这个是什么？我爬这个是吧？爬这个好。爬这个是什么？粘上，那我就粘上了。啊，这个我是不是不行？还是大爷，您要搬的话，我就爬。搬你挡住我。啊，搬这个。我单搬你挡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这个你是不是把我有眼杀了？反正怎么都是黑棋杀白棋，我觉得这白棋你要搬这个，我就打吃。接上我再爬一个，然后打那个我就弯在这儿。不是，他是这样，他。有一搬我就打吃，我把木全留下。哦，这样拼，拼一个打，这样拼是吧？拼的有点狠。那我提一下，您只能拍住我。那这拼的有点狠。不过就是，收气吃呗。啊，就算黑你把白棋收气吃，黑的也不是说，也不一定了不得的便宜，肯定对，大概也是白棋好一点，我觉得就行。但是黑子应该怎么这么下呀？这白棋还有搬下去，这些白棋不错，是不错，这个地方它都可以保留的，嗯，整体都保留。你点的时候我就搬下来跟你这个来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也是白棋好啊？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直接弯一个吃，这样是不是吃的干净一点？这样干净吗？这样你已经把我吃了吗？单弯一个。单弯一个，我气也长，然后您气也短，我干嘛要飞？不一定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您脚上气很长。不一定，脚上气很长。我脚上有可能这样的气啊，还有可能有这样的气。对，你也没活啊。我虽然没活，但是您要杀我的话，这是个刀八五。我杀你，我点在这儿，我点刀八五，你接上，我接上，我是个刀八五，我气长这样。如果您挡住我，可以点一个。您弯在这儿，我点完了，我搬一个，然后爬。您可以提一下，提一下我。提一下没有？我反正是这个，我总要先搬下去再说。嗯，所以是，但是脚无论如何应该是能杀掉的吧？我觉得怎么可能杀不掉？杀掉的，没杀掉，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。没杀掉这个快气吧？嗯，或者是他拐完了，击打完了，是不是这虎在这儿？这样直接做活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这样做活是。这样您刚才说他接一个不好吗？不是。不过他、就是、这肯定是有问题下的，毫无疑问，啊、这怎么突然掉了30多个点？我觉得很神奇。是。他实在是接上。他是接了，然后点。是在点。这两步棋肯定是有一步是，或者说这两步都有问题。嗯。接上，他，
他加一个被人家刺一下，刺的要吐血了，吐血了，要吐血了。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个等于这两个白交换了以后，这地方黑的还要填进去，没法弄这。然后很悲愤的，像这部戏的心情不太好，我觉得悲愤的，弯在这儿。那白棋就很清楚的，就很清楚了。虽然说脚死了，这死了并不大，才十几目棋。对对对，这个。但你外面已经碎得一塌糊涂了，你不能尖了被一棋打跳夹死了，然后他还尖你一下，让你多跑几下，再夹一下。哎呀，太痛苦了！笑得，哎呀！哇，这只能是回首，然后这外面全是这样的，这两个绝仙，这有点没法看啊。期待中的这个柯洁和吕玄豪的争斗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这好像也太容易了点，这感觉。对。这个本来是觉得这盘棋优势太大了，起码是一盘好胜负，然后发现这一般，我这外面白茫茫的，统共吃了十几目，一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二、二三，二十多目，算有中了一老刀吧，黑棋，黑棋先自己走一个，白棋走一个。二十目稍微多一点点了，这实在是，确实是，肯定是白棋赚飞了，这一带，这感觉，对，赚飞了，毫无疑问。这一开始不能让人家下的这么厚，因为对全局的辐射太大了。这肯定不是吕玄豪的本意啊，想让他下那么厚，他只敢下那么远了吗？这样，这样也没什么意思。是啊。然后拆，大跳，大跳，白棋就简单的下一下，刮刮脚，是是，这个棋白棋优势太大，这实在太容易下了，这太好下了，这两个子虚空搁在那里就算完了，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呢，飞一个，然后白棋点了个三三，像这样的棋呢，其实白棋就稳扎稳打就行了，也不需要利用后势非要干什么了。对。至于你这两个子这个责任以后再追究，我先把这个大场大的地方先占了。是。这地方白子来说的话，其实也不用追究黑的责任，只要把这子如果能吃下来就满意了。反过来我觉得黑的可能要。想要动出来。怎么样动一动尖顶啊或者跳出来。通常是长了，对，长的话，他可能也一个是可能爬再爬，也可能就扳接也可以。是的，黑的现在生一些变化，看看他能折腾一些什么。他在这里压一个，扳起来。其实这棋形这个也很舒服的，对，扳这个也挺，这也是个棋形，是很快的。这种棋形。实战中下出来的话，其实白棋是很快的。这个黑棋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但是黑白棋还不满足于此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黑的怎么办呢？黑的搬，黑的是要搬着的。搬嘛，我可以在这里搬过。搬过，这个白棋已经满意了，但是白的哎追求比这更好的一个效果。我们看一下，他搬这个，黑棋搬一下，他搬了，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，不要看着有断就以为就可以断，实际上根本就不便宜的。他黑棋就算这么最简单的下，扑打，然后再扳一下。对，接上你要得吃掉。吃一个，我就把这个断。断，这个白棋都吃亏了。对，这个白棋肯定不乐意一下。这个扳是黑棋的一个诱饵，所以白棋绝对不能上钩，肯定。要搬一下，下面来，这样呢，黑棋再长。现在黑棋整块棋成为被告，他必须把黑白棋这边都送成空，他才能取得安定。
黑棋的空，大概是这个结果吧。他拐过来，拐一个，然后白棋虎，白，他藏，再压，压一个，再藏，还压吗？还想压？还压？这不压被人拐出去，不像话的。是的。白棋下的好稳健，白棋很贪心也是一方面，他这个是先捞了再说，这一把捞的大了，是，因为他还有这个打出去，是的，你急虽然是先手，但是他有这个接，对，这黑棋，所以白棋就特别简单，我把空全部捞了，然后让你下在外面很厚，但是你现在厚了没什么用，我这随便破破就把你破了，对，因为白棋之前下得太厚了。黑棋连扳了一下，黑棋白的是不是往这里扳了啊？对，他吃接上，这里扳，扳一个，这个空也很多。果然像您说的一样，曹老师他说他要跳出来，他的效果不见得好呀。他这个子不跑，这空不够，估计是。对，跳出来，那这个就算连上了。白棋可能不答应吧，估计。不能赞同，我得把你断开。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靠断。靠断是不是也可以成立呢？也可以。我觉得黑棋这个太，主要是那儿实在是太厚了，就厚的像铁一样的，这实在是这儿就可以下一些。就平常你可能觉得不行的招，靠断我就觉得黑棋也不太行，它是尖断的，当然这已经很稳健了。这个也很稳健，这个就冲破了，很稳健。长一个，再切一个，长。这一带，白棋还有什么棋呢？别让黑棋反攻倒算白棋这个，不会吧？这有点不可思议。有这个想法，肯定有这想法。他这补这很明智。这个我很赞同这样的想法。要下得稳健，对，不要给对手任何的机会，尤其是在这个这么大的优势之下。是。我看了他刚才靠断的话，我觉得黑棋挺难办。对。因为现在让他长一排，你有可能还有点担心这那件事情。那块棋。这个是比较狠，靠断可能比尖断更狠。跳一个。我跳在这儿，这算是补住了。补住一点。我也只能说补住一点。他现在你看他现在下得很顽强，他现在压一个。他希望你走这个时候，我再把这吃掉。哇，这个太黑了。所以黑棋也是四战苦肉计，这稍微亏一点。接上，然后白棋接住。白棋接住。黑棋先把这两个扳，这个这里已经有。这有个子，对。黑棋再扳住。再把两个扳住。好歹算是扛住了这下。那现在白棋有这个断。这下的也很巧妙。断这个，那黑棋没得防啊。没得防，只有吃的。他只能吃这个，没办法呀。我叫再叫吃。他舒服了。我觉得其实白棋也下的来劲了，这地方拆一个不就完了。这拆一个好大，就觉得。爱吃。逼着黑棋。实在是不能拖，不能再硬了。对。这儿。不过这个白的现在提吗？我就他客气，如果提了，算他狠。你说算他狠是吧？你没提，他没提，他没提，他把这个打出来了。这个也很大的。接上。接上。然后黑棋小尖尖出来了。他跳。就是他刚才还下那些干嘛，直接拆一个不就完了，这不搞得好像搞得有点看不清了，就觉得看不清他有把握的。反正他能看得清，估计是。我觉得这个拆一个明显很大的一步棋。
其实对于他们这个现在在最顶尖层面的这些职业棋手啊，他们下棋手其实下这盘棋手已经想到下一盘啊，这样的，并不是说这一盘这个我这盘赢了我还不够，我还想着要下一盘，为下一盘的对阵积累，主要是积累心理上的优势。是，就是同一个对手，对，是吗？那指的是当然这个。这个听曹老师这样一说，我想起了李世石，那棋已经赢多了，然后他随便怎么下下都赢了，他还要往人家把人家往死里打，啊，对，我太狠了，这简直吓得。而且他要在每个局部把你击溃，让你以后一见他就觉得心里就害怕，就那种啊，我就觉得太凶悍了，这实在是。咱们一般想想，这差不多就行了，就觉得不是你赢了不就行了吗？那个不是赢了这一盘，你这辈子就不下棋，还得有下一盘。对，你还要下，或者你现在棋谱大家都看见了，你得通过棋谱立威，让人家以后。见到你就怕，想要下这个棋行不行？上次不是刚被干掉过，对，不能下这样。所以你就是说，有些下法就是为了让对手长记性啊，要展现一下，不是说柯洁现在就在展现这个。你看这个太狠了，这简直是刚才明明可以下的很简明的招的，来了他又来这种棋，活动开了。这个不是典型活动开了吗？真是拖一个，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啊，这样真是，对，是艺高人胆大，这个柯洁是敢这样下。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桎梏啊、腾挪的能力不是很有自信的话，大家还是下点稳健的，比如说刚才那个别断，开走一个。是我们如果业余棋手。下棋的时候志向没有那么高远的话，就想赢下这一盘，眼前这一盘很高兴，当时就快乐就行的话呢，就是可以之前下的简明一点，就是说更早了，我指的是这步棋，这步棋的时候你就是猜一个就行。同样这手棋如果放到这里，这个没什么关系的，黑棋哪有空走这种棋啊？他是怕人家对他这块棋有什么想法吗？这个可以放在那里啊，对，断一个，这就放在那里，那就走完就别打了。但是对，这棋他也不怕，当然打是不怕，正常的分称来说是可以打的。那么这棋你看，本来觉得白棋，刚才曹老师不是说这靠住他，这是个很完整的棋形啊。靠住也可以，靠住也挺大的。即使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拆，他现在是打了这个，对，人家拆一个，他就打了一个，他狠，他就把所有能抢的都给抢了。本来说人家拆一个，你平和一点嘛，你就靠一个，对对对，是，不过靠一个的话，现在有可能有点差别了。刚才是不是摆了个挖起来的变化？哎，那还是拆一个吧。刚才拆一个特别清楚。下法多了，白的要下总是好的，也可以下。当然，这手棋现在既然是走这个了，他就是一直想瞄着这个。这个就来呗，就扛一下呗。这个结果可能这个快棋就比较刺激，就想的那种，那属于那种绷紧的状态。棋松了，他反而就有点不太会了，一定要绷紧。这下又要绷紧了。是。这看起来。这个如果说黑棋搬这边，我不知道搬哪个，搬这个，搬哪个是对的。搬这个还可以断，搬这个断一个是吧？这个就都可以吧？你吃的这个东西，顶肯定。这是谁吃谁、啊？这边实在有点花，看起来是的，不太好。他还要守住这边，那得搬那边啊，搬这边不太行啊，看起来。那就。长，那就解放了呗，这个就没有问题了。冲过来，加，就是局部的特别清楚的一个手法。因为这个打吃先手，它可以延一期，然后他这个也不先打吃，下的也很细腻。是的，还想用这个挤这个打吃吗？有可能。其实打吃木总便宜的。如果说打吃，待会打吃的话，
打赤它沾上有差不多能打赤着，有先手味道。除非现在黑棋马上就打了虎一个。哦，那不太可能。现在外面。否则的话，还是黑棋能白棋能打赤着。嗯。黑棋肯定得拼搏，这棋不够啊，问题是。拼冲，对，冲出去。得拼啊。得拼，得拼，嗯、得拼。这样拼的话，我们可以看见白的，也许这不打赤有好处，因为这个打赤这个是的，是的，那边有个断点，还有可能。这个冲断，这也拼的也挺凶啊，拼的很猛啊。这行吗？这一打吃一接不结实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坚实吗？这是不是一接不就坚实吗？等一下，看清楚，这是还有棋吗？还有棋吗？靠一个是什么？靠一个，我接也行，冲也行。我接上，你现在靠我接上。单击是吧？接，我不是冲，我口误这是。那看起来不行啊，这怎么才能行呢？能不能想出一个行的招来？哎，不是他，我们现在没看到他的下一步啊。这个我们看到已经看到这了，打吃一个接上。白打是这了，嗯，这还黑的不行吗？我们觉得黑的不行，黑的是不行，黑的是不行，那就那这他如果说接上的话，就打算被这么吃掉了。啊，那他是接上了，也被白棋小接，这还下还是、啊、那还下什么呀？那最多也就是转换吃这三个子，那这实在不是棋了已经。啊，你其实打了也就这样的，对啊，那已经不对了。那吃这边，那你吃好了，那就没也没什么了。哦、这样，嗯，这那是白棋是不是还在后悔早先没搬？这个太狠了，搬一个你三个太狠了，三个吃起来都蛮累。不是，但是这棋实在不是个转换呀。这太狠了，这。这个就投了就行了。那这实在不行了、啊，不能行了，这已经。他这个黑棋这拼搏也不成功啊，对，不成功，非常不成功。显然这个棋形还是白棋还挺有研究的，这个地方。哪个棋形？就这白棋这个棋形，这人家一尖，他处理的特别清楚嘛，我觉得。啊。像，他这一脱退，然后冲了一夹，这招法太简单了，简单明了。当然，这个跟那边的是有关系，毫无疑问。简单是简单。这个就简单一处理，这个是柯洁的长处啊、哦，确实。看起来柯洁今天这不是更吃亏了吗？黑他走这个，背一个，然后他自提了一下，提了一个，把这个提了。啊，还没提掉呢。刚才还没提呢。对。这现在看起来空已经差很多了吧？感觉。白棋就度过了。哦。他刚才就是这么想的，看起来，他打一个，如果说他立呢，他这个打吃还是先手。对他不会立。然后再搬起来。白棋接上。后手。对，虎一个。这同样画手棋。我当时这个还没提着，黑棋比较痛苦。黑棋等下换手棋的话，当然应该把它吃掉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。但是他这个要被白棋提掉。哦。你当时如果单提这个白的，这个可以不走。那他把这个就给走了。了这个一立，你不是。对。对吧？所以他也没办法。没辙。没辙。所以下的。其实这话又说回来，你搬这个的时候，黑棋能妥协吗？白棋啊，白不行，他冲的冲的断，对，走，对，他有个蹦冲出来，好吧，就这样，啊，不过现在黑的是搬一下，这棋感觉也差不多了，其实是已经进入了垃圾棋时段，棋已经差不多了，看起来，下了什么呢？哦，尖顶，这一看这木已经差很多了吧？觉得。对，要不给大家稍微判断一下。我们看这边空太大了。对，是的，就连边带角全连上了。我们看看点点目，一二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三，二四，三四，三五，三六，三七，三八，三九，四十，四一，十二。
52，52亩铁的，62，63，64，62，63，64，65，66，这底下还都66亩，可以起12345678910111213141415，嗯，17、82、22、23、24、2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18、50来亩地，那这个差的有点多嘛？是很多了，是很多了。差的确实是有点多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中间可能能成点木，但是也成不了太多，就是白漆这么厚，随便钻一钻都行。对，嗯，是。刚才还把这儿都算成黑漆，那也就是说算它大概是立一个这样子。立一个，哎呀。也无所谓了，挡挡住不？挡挡住也蛮大的，好像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大气。要这个搬哦，单火一个。那现在挡挡住也没问题。嗯，这个是最后一手了，坚定。结束了。对，黑棋没有再继续了。是没有再下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就是是没有了。嗯，没错。那这盘棋我觉得就是这个左上角这个战役，这黑棋吃亏吃惨重，损失惨重，确实是。对对对，是是。嗯，我们有两个地方。这棋李学豪是绝对，这盘棋绝对没有显示出不发挥，显示出水准啊。是的。这么厉害的李学豪，这盘棋怎么倒得这么脆啊？我们都很期待的。柯洁和李学豪的对阵。是的。但没想到这盘棋李轩豪这么脆啊，直接输的。主要是这个局部，还有底下这个局部呢，就是白棋的这个处理手法还是挺简明的。本来黑的也就是不行了。对，是的。嗯。那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变化，要不然。左上角的变化，哎呀，这要不然实在是太脆了，输的。对。李轩豪在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是吧？嗯，我们现在是不是直播时间还有不少？对，还有点时间，所以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棋的变化。其实它变化也都看完了啊，觉得也都真的差不多。这盘棋李轩真的下的不太好。那要不然我也不看一盘别的棋还是怎么着？别的棋，我去找找棋谱，我能不能把它调出来、啊、看看。这盘棋李轩豪太不发挥，就左上角这个，好像我们的精华也都讲过了。嗯，就是，这个我们是不是跟导播申请一下，我们可不可以看看别的棋？对，因为确实这次西南王赛的话，共有八位世界冠军。对对对、嗯，哦，然后这个下午呢是今天是八强赛。那么明天就是这下午的八强就决出四个，也就是进入半决赛。那么明天呢、明天这个半决赛呢就明天就决出冠军了。明天决出冠军了、这个、啊，这好快，就两天就下完了。特别特别快、速度太快了，行了这个。确实。对。这个棋谱我也调不出来啊。棋谱啊，对啊，调不出别的棋谱我也调不出来啊。那我们还是再把这盘棋炒炒冷饭。要不然就看看左上角。行，看看左上角吧。好。就主要是这个战役。其他的关系也不是太大了。哎呀。左上角，主要是这个局部。哎呦，我看看，我没觉得这个黑棋就那么一下就要对，怎么一下就不行了？他怎么突然间就不行了？莫名其妙的。飞，它是这样，这是个飞，然后黑棋挂了一个，黑棋挂了这个，然后呢，白棋黑棋这个先飞两个之后，这个是有子的，对，然后白棋就打入了，
柯洁也是这盘棋就跳出去了，上一盘上午今天上午对鼓励他就是爬了，对，刚刚我们讲的那盘棋、嗯、然后呢这个棋呢是这样，就是他打入的时候呢、嗯、黑棋是跳的跳，嗯，然后白棋跳了一个，白棋跳一个、嗯、对，这个时候是胜率还是很接近，依然是是跟起始胜率差不多，拖拖，然后这地方是反加了一下，对，白棋反加了这个，对，这像这样的反加呢、嗯、是有效最具效率的一种下法、嗯、就希望着黑棋走出来跳一个，我呢是或者是走这个或者是就地生根，这都可以考虑、哦，压住，对，压住也可以、哦、是，嗯，压这个，嗯，这些你单走这个呢就没什么效率，这黑的就拆回去了，拆回去了，是，但这个棋黑棋有一个直接的冲断，嗯，特别简洁的下法，对，其实这个冲断这个变化看起来也还不错的样子，就冲断，对，断这个，现在是断这个呢，就这个局部后来下完是黑棋是、嗯、完全不行，我们来考考，但黑棋肯定是下错了、嗯、毫无疑问他下错了，白棋是单场，白棋单场，嗯，是，然后黑棋立，他就尖顶，不过这棋呢主要是这跟快棋有关系，如果是慢棋我觉得这个局部嗯，应该不至于下成后面那个样子。对，尖顶的时候，刚才您说他是，您说他是不是单立一个会好一点呢？单立的话，这地方好像黑棋确实掉点了，本来有60个点的胜率，就是掉了20个点差不多。嗯，他是这个扳掉点了吗？我不是很确定啊，因为搬之前它是显示黑的有 60%， 对，差不多60的样子啊，那就是说黑棋的这个变化还是可以的，嗯，立完了之后反正是不能像是后面的结果，对啊，立完它应该也是盖了，它如果说是这样的话、对，白棋也是挡住然后搬，白也一定要搬住，那肯定是得搬连搬嘛，然后就看黑棋，这样拐一个就是已经把白棋吃了，这结果肯定再怎么样也比他后来结果好啊。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拐的，我就算蹦了就跟这下再一拐、嗯、你接上我再一拐，那也可、嗯、也可以啊，这样也行、这个、也行是吧我觉得也行，是他后边我觉得什么地方他应该是肯定是不太对这下的，他是这个时候他是搬一下，黑的是，他是搬了一个，搬了一下，嗯，他是搬的，嗯，然后白棋挡住，他接上，嗯，压住，即使这样的话，黑棋的胜率是在 40%、嗯、就是说黑棋即使把角吃了，白棋把这个刺了搬下去，嗯、白棋也还行、嗯，也不是说就不能下了，嗯、但只是这实战的下法，对黑棋肯定是出问题了，对。假如说像刚才摆的那样，这样，嗯，如果说拐一个，假如说是这样，那挡住，我先把这个鸡打掉，它、哎、接上，吃了，这个应该还能下。不，这个其实如果说虎在这儿吃的话，这吃的还是，挺完整的。对。是，这个跟后来完全，嗯、我觉得哪个结果都比他后来他下后来实际上当时就应该投子认虎、嗯嗯，可以认。假如说这样，这个结果，假如说是黑棋活了，然后您刺一个，刚才说是吧？就那他就接上就，然后他把这个搬下去，我就从这里出来，搬下去他就啊出来呀，就出来是吧？嗯，他能不能飞？就飞好像也不太好飞，是不是被冲断？黑棋飞一个，我说。哦，黑棋飞一个，也许也可以。这样不知道行不行？怕打劫吧？有可能怕打劫。对，我有点担心。就是打劫。我有可能，我觉得担心您跟我打劫。这个也行，我蹦也行啊。嗯。我最蹦了。只能这样了，吃这样。我就先走掉吧，我也别那个什么保留了。
走掉您是不是有可能接上？这样不也是打劫吗？对，这样也是打劫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是有一个有一个怪手巾的下法，特别奇怪的一个，哎，对，有个立，单立一个，有个立，这儿有个字，对，你要侯冲是吧？有个立，现在不行，立，你现在这儿我不行，那连不上。本来的话是打了打一个打的，对，现在这个打劫黑棋很危险吧？我也觉得本身劫、啊、对，有个冲的本身劫。如果说是这样，是他就提劫。提劫，我就冲。冲一个。点子对，可能是劫。哦，那好像黑棋有点。我提过来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对，那就别别搞这种。那就尖出来，我们就尖出来就行。那就尖出来。尖出来出头就行了嘛。嗯。这个黑棋没什么不好。黑棋因为以后的每一手棋都是很好的，嗯，都是好心，嗯，那脚底如果还没有受气吃的负担，黑的总是可以下了嘛。这样白棋会不会把它罩进去？比如说这样，罩不好罩，先贴一下，然后再罩，能不能罩住，飞出来了？半，哎呦我塞，这个好像罩不住啊，这看起来，罩的也太艰难了一点。这样你再扳住，对吧？罩的过于艰难，我这个是虽然很艰难，但是那你正把我罩住也厉害啊。但是您要是冲来了，这点死它不见得好。这气够了就行，对，反正气够了。我还可以回来跟你杀气。回去回头跟他杀气。这是你外边太破了。这下还没走。太破了。这下没走。那也比较破了。反正外面有点碎，这黑棋即使长了，然后冲了不干什么，就挑加两下。有可能搬好。有搬在外面是吧？只能，但是也很破。也挺碎的，你看起来又断。打那碎气。脚下反正这边气长的，回手一点就行了。嗯。回手一点，他肯定杀不赢。肯定这么下好啊。那如果能下成这个图的话，虽然说也不至于就说有多好，但好歹比实战强太多。对对对。实战应该是有什么地方有误算。嗯。那他能直接照着不太好可能。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照。就是这个。照这哪个不行好像。嗯。不是要冲破的感觉，好像要走一个才走。要冲破，就是我在想有没有这个图了，嗯、就是打一个之后把这个盖起来。哦，您这打完了就贴出来。这个图当然不一定好啊，我没什么把握，打了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够好。跳是吧？跳一个。就这样。但也不一定不能下。嗯，你几乎要顶一个。我只是这个，这样会好一点吗？好一点，我是不是有顶了吧？顶了断掉，那也挺烦的。顶了断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先断了再说，完了就不用了。再谈这件事情。对，这也是，我还挺麻烦，这看起来可以下的。舒服黑的也不是说就不能下，嗯、不是一眼见了不能下。对。就熟手挖的，这个也是个很好的点吧，贴起来，双方都很渴望的一个地方。嗯嗯，是的。那他这熟手没下出来，他就扳一下就接上，接上了，因为他就盖住，压住了，对。很有可能是需要贴出来这个地方，他没贴出来，可能已经掉了很多了，也有可能，嗯。啊，接上，他还是接上。他这个点最要命的是脚底吃不掉他，这个点完以后。嗯、对啊，他点完他想干什么呀？吃不掉。这个计算好像是有点问题，看起来。这点是，高度怀疑他是败招，点完就没有别的棋了。嗯。就是个劫了，其实本身局部成为一个劫，对。对黑棋来说也是不太美妙的。对。那黑棋还有这，白棋还有这手棋，真是要了命了。是的。他
如果说这样，他即使是点着一下，他这边如果说虎的话，做成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啊，这样啊。嗯，起码局部它是死的。拐一个的话，我就搬了，单搬它就死了。啊，这样局部它就死了。局部它倒是死的，但是这个外面，外面也是很看起来很碎的样子，感觉是。所以他接一个肯定是，我本来是可以活的，他就把自己接死了。他是不接，他还怕对手把他吃掉吗？这个其实不太怕，是可以慢点接，吃掉就吃掉呗。嗯，补一个，没什么，这个接也不好。对，把这个倒虎的变化失去了。嗯。那反正没有虎，但接住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。他究竟想下成什么样呢？也不太明白。因为如果是这个图，后来实战的这个图，那显然这个劫白棋是一点都不怕，白棋的劫比黑棋的劫轻多了。这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，双方的轻重对比。是啊，人家而且人家最要你命的是先刺你一下，让你。无与伦比的难受，你如果接上，就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图肯定是黑棋是无法接受的。对，这个图肯定不行。这样，外面，反正外面就看白棋什么地方走两个。是不是走这两个最厉害？挤了把这一段最厉害。哦，可以挤了断掉，这样倒是蛮好的。我这个完全不行，这黑棋完全不行。棋的断掉可以啊。那这个子的位置还挺合适的。现在是合适。现在看着挺合适。谁知道会这样。他下在这儿是因为将来要找劫的时候可以挤了断掉他吗？谁能想到能找到这两个劫？这简直不可思议，这件事情。因为这是命令型的呗。我走啊，你走到棋过去你没劫了。对，你这两个肯定不是劫菜，我先把你抓了就全死了，然后这一搬这也全死了，这还怎么看呀？所以也没办法呀。对，黑棋这盘棋实际上就下了40手就结束了。人家刺一个的时候这感觉已经可以投了了，差不多就下成这样的时候，白棋一刺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可以扔了？其实没有，对，就算没有这两个交换了，嗯，就算没有这两个交换，直接开劫这个也是白棋好，对，也是明显白棋好。对，如果再加上有这两个交换，那已经昏过去了，昏过去了。所以黑的实战只能咬咬牙走在这，哎呦，这个下上去是什么心情？对，大家可想而知。确实，对，可想而知。看起来柯洁今天的状态挺不错的，他两盘棋都赢得很脆啊。然后黑棋拐，给大家把实战的进程稍微摆一下。前面跟古力那盘棋，当然虽然说古力下的也不太好，但是他都赢得比较轻松吧，应该是。不过这盘棋李玄豪也更不好，也不好，起码可以说是也不好。是。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就这种棋呢，你可以让它多长两下，然后外面包得更紧、更严实。不是这样直接一夹。是的，直接一夹。直接夹就是这个外室是在这个地方。对。这样的呢，外室呢建立在这里的，更往外。是的。就厚倒不一定，我是觉得。厚的话，说不定还这个更厚。哦，再加在这儿，这个接两些铁板一块。但是它这个外室的威力啊，辐射能力，辐射力不够远。嗯，它能远一点吗？当然更好的。对，比如说这样的棋，你第一手也可以加。对对对。然后它更远一些。这也挺有意思的，我觉得。对。要我下的话，我可能第一个就走这儿，也不一定不好。第一个你说是走哪？就跳一个就是走了。跳一个是吧？那个你这个太容易了，不是你这心比较黑，你把这个都看着你的扣。你觉得走一个？我觉得亏两步，走一个亏一步，是这意思。进来就亏你一步，进来就亏你一步，是这意思。我觉得好像亏了，觉得被他走两个。这个所以要
马上走，这个都不肯走，是吧？对，这个都不给他多扣掉你一两。如果都把它算成我的扣，那可能这样是亏，这样是赚的。但多走几个，很明显对那边的辐射能力更强。对对，这个这一排，这刚才是开玩笑，肯定是应该，肯定是实战的下法比较好。对，应该这样。然后这样，这个很痛苦的人回去，然后这个才被搬下去，这其实在是有点远了，确实。后面白棋就下得很简单，就掉一个我就守一个，然后这边就挂挂角，再点点三三，就大家就看到白棋很明显就意识到自己形势好嘛，就下得简明啊，易懂就行了。就局面变成白棋可控的那种形状就行了。这个是柯洁比较擅长的一件事，我觉得。啊，这确实李轩豪今天这真的是不发挥，我觉得。太不发挥，不是一般的不发挥。真的是不发挥，这棋好像不应该这个一个局部就吓坏了。其实这个局部也不能说说算是李轩豪中了一刀，也不算中飞刀对、啊、这个棋形。对，这个人家也没给他设计好啊，对，是他自己下成这个样子的。对，这好像不是这个事先能设计的出来的这个棋形。这个。结果的效果就是中了一个飞刀。这地方确实是有点、吓得有点。后来这里呢，白棋也下得特别简单，就是大家看到就这儿，我给大家稍微摆一下，它对黑棋白棋下得很好。手段，这个当然中间有几个子。对，这个拖都都是他一靠的时候，白棋一拖，对对。但是这边是他一个铁头，藏在这里。一般这个一冲一夹，这个很好，下得真的很好。因为你拖这个的时候，他搬这边就找老师摆着，我就常常过去就行了，你就不能行。然后他只能搬这个，他一长，这就特别简单明了了。你一粘上，我再一冲，把你这个子夹死了就行了。处理的非常简单。对。这个处理手法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。很显然是，当然你说你用别的招法可能也行，但是他这个确实很简明，就让对方没有办法抵挡啊、确实这也是柯洁的长处。今天看起来柯洁这状态不错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再接再厉。对，这个比赛反正就是快节奏的一个比赛。是的。一个两天就下完了，两天下四盘棋。上午下一盘，下午下一盘。对。而且以前我没觉得它这么快，因为这是40秒五次的。以前是不是有保留时间？以前是 CCTV 的规则，比赛快节赛的规则。那就是十次一分钟。保留十次一分钟，虽然读秒是30秒。读秒30秒，但是每次超过的时候有一分钟的思考时间。就保留10次一分钟读秒，实际上跟那个哪个快不好说。是那个等于通常来说只有十步棋你能有一分钟的思考时间。以前就是或者说 CCTV 杯快棋下的规则，就简单的说就是你有十次就是一分钟的思考的机会一步棋。那么其余的每步棋你都要30秒以内下。是的是的是的。然后这个棋呢是有五次有四次可以超过40秒的机会，对，第五次40秒不能超过，对，就平均来说就可以到40秒，比30秒还是要稍微长一点，时间总用时可能也差不多。对，那倒是那个是特别标准的那个快棋规则应该说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快棋都是最常用的快棋规则。没错，是这样。那这个40秒五次的这个快棋规则看起来柯洁好像很擅长。这个话还不能说那么早，还是看明天他的表现。对，那倒是。今天的两个对手他都赢得很脆，就看他明天这个能不能继续这么好的状态啊，而且他就是各种的计算啊，各方面判断啊都还是很清楚赢得很轻松啊。明天的对手都很强了估计。今天我们看到就是那几个人，就是唐伟欣跟米玉婷，杨鼎新的对手是陈子健吗？陈子健，对，杨鼎新赢了。对，那肯定都是前面那几个人了，都没哪个也不好下，反正。是这个话，好像刘宇航是不是进了？我还没来得及看。刘宇航好像赢了十月，对我记得了。进了四强了。是的，是的，那是看来年轻的刘宇航。看他有什么出色的表现，这西南王是不是每次都会有一些意外出现，可能是或者是爆冷。对，
因为最初几届的意外我、我的记忆比较深刻、就是那个于平啊，对，他老鹰鼓励，老鹰鼓励，他老鹰鼓励，我说你想起来了，是的，是的，鼓励那时候是全胜任的事情，对，他那个时候特别厉害，他能拿这个男子西南碗，是的，迟迟不能拿，老在这、那个、老在家乡下一平的手里、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我是感觉好像鼓励下这个，因为快棋这个爆冷的机会是多一些，嗯。所以我想着今年于平没参加、对，是的、好，那明天上午将进行半决赛、也就是四强战、嗯、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进四强的有一个有柯洁还有刘宇航，刚才说有杨鼎新是吧，还有一盘就是应该是米玉婷，对，可能应该是米玉婷吧、米玉婷，对，应该是米玉婷、哦、应该是米玉婷 是吧，那就是这四个人了，反正 对对，就这四个人明天将进行半决赛，然后下午就是决赛、这期还是挺精彩的，好，那请大家继续关注吧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、谢谢您的收看、再见，下次再见。